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主题是耶和华如此说。本章是先知耶利米的第七篇讲到的后半部分，传讲了犹大刻骨铭心的罪状和神的审判。耶和华神给犹大的训诲，先知自己向神的祷告，以及呼召百姓遵守安息日。通过本章的学习，让我们一起反思我们是否有一直没有对付的罪，是否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，是否遵行神的命令守安息日。第一到四节指出，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，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被罪玷污，罪行无法涂抹，犹大的罪已经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比喻百姓拜偶像已经病入膏肓，无法自拔。第一节中的坛角本来是无辜者暂时避难等候审判的地方，出埃及记21章14节，列王记上1章50-53节，但现在犹大的罪却刻在坛角上，比喻无法逃脱公义的审判。这些审判后来都应验了，证明耶和华神是公义信实的，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差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，用他的宝血赎回了我们，记录在坛角上我们的罪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被完全涂抹了。希伯来书10章17节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哥罗西书2章13节也说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写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弟兄姐妹，跟旧约中的以色列人相比，我们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。第五到十三节是耶和华给犹大的训诲，教导百姓要单单依靠他，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能力而离弃耶和华。五到七节中有两个比喻，沙漠中的杜松和栽在水旁的树，用来形象地说明依靠自己的人有祸了，无见福了，生命枯干；依靠神的人有福了，生命有活水供应，不惧炎热干旱，结果不止。这几节经文几乎与诗篇第一篇同出一辙，是历世历代不断重复的教训。遗憾的是，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。为什么人是靠不住的呢？第九到十三节给出了答案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到了中年，那财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成为愚顽人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。耶和华说，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首先，人是不可靠的，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这并不是在说只有耶利米时期的人心是这样的，从始祖亚当到今天，人心总是这样的。当时的犹大百姓用嘴唇侍奉神，心却离弃神，他们的信仰变成了掺杂的宗教，既侍奉神，又服侍所谓的要赐福给他们的外邦神。这就是他们依靠自己，脚踏两条船的诡诈之处。诡诈是指想要隐藏自己是罪人的性情，坏到极处，表明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医治。好比一个病人要去求助于另一个更病态却称自己是健康的人一样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我们的神不但是慈爱信实乐意帮助我们的神，
他也是鉴察人心的。新约圣经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希伯来书4:12-13。求神用他的话语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，除去一切的自欺和隐藏的罪，好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蒙神的喜悦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有福之人。其次，有人想依靠钱财，甚至是不按正道得来的钱财，这也是靠不住的。箴言23:5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本章的11用另一种鸟鹧鸪来比喻，鹧鸪辛苦抱蛋孵出来的并不是自己的雏鸟，长大后就会飞走，到头来是一场空。鹧鸪计是当时家喻户晓的谚语，到如今也同样适用。让我们不要定睛在不定不义的钱财上，凡事都按照神的法则去行，并且依靠他。因为神坐在高天荣耀的宝座上，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活水的泉源。我们当信靠神，当为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快乐。否则我们的名字只能被写在土里，不能长久，终归无有。13-18是先知向神的祷告，求神医治和拯救。他在服事中受逼迫，但他依然赞美神。百姓向他挑战说，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？叫这话应验吧。15，这是他们嘲笑耶利米的话，你指着耶和华的名所宣告的审判结局怎么样了呢？照你所宣告的成就了吗？这可能是奉主的名说预言的，所有主的仆人都受到过的嘲笑。警告洪水审判的诺亚也遭受过同样的对待。先知在祷告中告诉耶和华，他没有尝试逃避做神的牧人，也不想耶路撒冷有被毁遭殃的日子，他只曾说出耶和华的话。他求神为他伸冤，惩罚那些嘲笑神话语的人。实际上神的审判已经一一被应验，有的正在被应验之中。彼得后书3:6-7说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现今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为主做工，单效法先知耶利米的榜样，忠于职守，不畏困难，相信并且依靠神完成使命。最后一段19-27，先知劝诫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要以安息日为圣。如果他们遵守，神便应许大卫王朝的君王能继续下去，殿里的敬拜也持续不断。但如果他们不遵守，便要遭受惩戒，圣城耶路撒冷要被焚烧。这个预言在主前586和主后70两次被应验。第一次是犹大亡于巴比伦，第二次是罗马帝国入侵，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再度被焚烧，如今圣殿只有一段枯墙尚存。从人类历史来看，神的命令是轻忽不得的。为什么守安息日对以色列是这么重要？有位神学家这样说道，要真正测试人与神的关系，就看他是否遵守神的话语。以色列的律法之一是在守安息日的那天不可工作，21-22。人人在生活上经常承受物质主义的压力，神的子民也不例外，令他们难以持守这诫命。所以这十诫之一的诫命成了真正的试金石，测试人心要先拣选短暂的事还是永恒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要诚实地回答这个测试，我们能及格吗？
短暂和永恒，我们要选哪一个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耶利米先知对我们说扎心的话语，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是否真正的依靠你，遵守你的命令。愿我们的生命如同栽在溪水旁的树，有活水的供应，有环境所不能夺去的平安，而且结果不止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看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和生命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让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是没有阻拦的。主，帮助我们在现今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效法先知耶利米，不畏艰难传主的福音，做主的见证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，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Thank you.